再醉，就爱总是笑得不停。你眼神充满魔力，甜甜的像巧克力，一直命中我的心。只是不可不想你，不敢轻易的靠近，颤抖的声音出卖我的心。现在最需小心翼翼，聊天都反复练习，爱你该怎么说明？上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次皱眉和叹息，就算有一点脾气，对我都合理。你完美，我的奇迹，超解我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，把握你的动态，太不快，一颗心，一个小心，一颗小爱心。相信有天我会打开你的心，这最小可以想象我真心送给可爱的你。早餐餐的你宝贝，休息也敲你聊天，想象赖在你身边。空间在你口里，你是我唯一世界，把你的美写成光是诗篇。若是你爱理不理，思念也不远不近，世上最美的趣味，你脸上不停的表情。现场是不是有点冷？是不是很久没有大家这样挤在一起了？不会齁，你们会冷吗？等一下可以跟我跳一跳，动一动。今天是这个 Good Day 野外大声唱，刚刚我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我觉得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那我觉得越是不如意，就越应该把爱说出来。现在你们身边的人，不管是耳轩的粉丝、心仪的粉丝、911的粉丝，现在你旁边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或是你的小朋友，或是陪你一起看演唱会的伙伴、战友，他们都是对你有爱的人。我们现在啊，等一下双手借我比一个爱心送给他们好不好？我们已经看不到表情了，至少我们可以用手告诉他们我很爱你们，好不好？就像我爱大家一样。
我觉得口罩戴起来以后，好像很多的情绪更难传达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多一些的表达。希望呢，那个你爱的人呢，可以感受到你的爱，可以牵收我的心。歌手说：“姑姑，你是不是我爱你？”对，然后唱。哎，
好有戏哦。真的啦，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真的啦。是哦。没有，真的还是要来问一下的。哎，如果2021剩下不到，你看两个多礼拜，对吧？我帮你算一下，哇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快很快。我要问一下你，你回去回望过去的这一年，其实你有很多不同的，对不对？作品啊，然后包括了你看节目也好，刚刚也说到了拼劲十足，还包括了。红毯的主持啊，有人打抢饭吃啊，你对啊，真的是抢不过，抢不过。谷歌，但你有没有？你要不要回望一下过去？你有没有哪一个时间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？我觉得全明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，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，然后它是一个挑战。然后我觉得红毯也是，我觉得。一路以来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歌手，我接触音乐我是鼓手，对，然后我组很多乐团，然后在 MP 魔幻里面我是 DJ， 是，然后我后来才自己出来唱跳，我跳舞也是后来学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充满挑战的新鲜感很让我觉得每天都是新的一天，好酷哦，所以你真的是在开发你的各式各样的潜能。其实还有啦，因为现场其实我刚刚也看到，就是跟着 MP 魔幻力量到现在十年的粉丝，熟悉的面孔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对对，就希望说他们可以一直看到我不同的面向。除了音乐作品之外，其实一个人要对这世界说话的方式有很多，除了音乐，你的表达、你的态度，嗯，对，都是可以让大家学习的。但我觉得机会难得，你一定要赶快宣布一下你明年演唱会重启的这个好消息啦！有，那个延期的演唱会在明年的5月7号在高雄。对，然后是假日了，大家可以去玩。高雄现在非常好玩。毕竟又讲到说跟全明星有关，有没有可能在舞台上面摆一个游泳池啊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然后自己就跳高啊，对啊，边唱啊，牵手握着心，帮你想梗哎，帮你想梗。先好唱，那来宾很猛。真的，敲好了。可以透露一点吗？正在敲，因为很猛的来宾通常都很忙。对，都很忙，所以早早敲，到时候也请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，把我们的票给买起来喽。好，我们准备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谷谷吕思维喽。